哎呀，今天我给他们准备的特别欢迎仪式，也不知道他们答得怎么样，应该答不出来吧。积雪数千舟，悲歌唱彻，战鼓虽尽止。哇，这么大个礼物，看看啊，看看是谁给我准备的礼物。哇哦，哇哦，看看这是什么东西。应该是像洗漱包之类的东西啊，洗头、洗脸、洗身上的那个东西，可以往那儿一挂。啊，这衣架，小衣架。靠，这手机支架或者 iPad 支架。哇，挂烫机、电热水壶。我觉得线索应该下面吧，明天我再猜吧。好了，洗澡了。嗯。洗澡这个。就不要拍了啊，明天见。明天就正式开始录了，也不知道会。